你马上去调遣反大队和搜捕港九大队的行动队，在大屿山会后。大屿山？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，直接听我指挥。我能保证的是，叶冲今天晚上不会出现在大屿山破坏我们的计划。但是我让你保证的是，今天晚上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。放心吧，长官。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。 也许能帮你打赢这一仗。死んだなかったのか。佐藤少佐が助けてくれました。封印は幼虫の将軍が伝えてほしいとのこと。幼虫のような男を相対にしたら、どんな犠牲を払うことになるかな。少佐がこの機会を成功に導くためなら。 全てを犠牲にします。池先生，应届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。叶冲人呢？一早就出去了。